同学们好，我们今天的学习内容是酒店客户的忠诚度管理。我是主讲人王晶老师。客户忠诚度 （Customer Loyalty） 又可以称为是客户粘度，是指客户对某一特定产品或服务产生了好感，形成了依附性偏好，进而重复购买的一种倾向。这种忠诚是客户对企业产品或者服务的依恋和爱慕，它主要通过客户的情感忠诚。 行为忠诚和意识忠诚表现出来，其中情感忠诚表现为客户对企业的理念、行为和视觉形象的高度认同和满意；行为忠诚表现为客户再次消费时对企业产品和服务的重复购买行为，而意识忠诚则表现为客户对企业产品和服务的未来消费意向。 这就是由情感、行为和意识三个方面组成的客户忠诚营销理论。与招揽新客户相比，品牌每留存一名现有客户，能够节省五到二十五倍的运营成本。客户留存率每提高百分之五，品牌的盈利能力就能增加百分之二十五，甚至是百分之九十五。国际营销服务公司 Epsilon 把基础的。 忠诚度管理称为 Little L，, l 把整体的品牌体验称为 Big L，Little L 包含在 Big L 之中。要想建立 Big L 品牌，需要经历三个阶段：基础促销与推广、基本忠诚度管理和品牌文化乳化。第一个阶段就是基础促销与推广，Optional and transactional。这时，品牌对如何维系。 客户关系缺乏相应的意识，由于没有建立起三百六十度的客户视图，也就是 single customer view，这个时候品牌无法全方位洞察理解自己的顾客，只能依赖打折促销和非针对性的品牌信息来吸引顾客。第二个阶段是基本忠诚度管理，customer centricity，little l loyalty，品牌开始制定并实施。 忠诚度计划，并积极其分析顾客数据，开始正视自己的顾客。在这一阶段，企业积极使用个性化的品牌沟通策略，主动寻求方法来留住顾客。最后是第三个阶段，品牌文化乳化 （Inculcuration），Big L Reality，它是以客户为中心的理念深深融入企业文化之中，打造出以人为本的品牌体验。 企业能够从顾客角度想顾客之所想，与每位顾客进行一对一的精准互动。Big L 强调对顾客细致入微的个性化，也就是关注客户对奖励需求的同时，通过忠诚度管理与客户建立更密切的联系。那么，客户忠诚度的影响因素有哪些呢？第一个因素就是客户满意，客户忠诚。 与客户满意之间有着既复杂又微妙的关系，总共能够出现四种情况：满意则可能忠诚，满意也可能不忠诚；不满意则一般不忠诚，而不满意也有可能忠诚。最有意思的就是最后一个，不满意也有可能忠诚，它也可以分为两种：一种是惰性忠诚，另一种是垄断忠诚。其中，惰性忠诚是指。 客户尽管对产品或者服务不满意，但是由于自身的惰性而不愿意去寻找其他供应商或者服务商。至于垄断忠诚，它是指卖方占主导地位的市场条件下，或者在不开放的市场条件下，尽管客户不满，却因为别无他选，找不到其他替代品，不得已只能忠诚。第二个因素是信任关系，由于购买是有一定风险的。 客户为了避免风险，往往会倾向于自己信任的企业。研究显示，信任是构成客户忠诚的核心因素。信任使重复购买行为的实施变得简单，同时也会使客户产生依赖感。第三个因素是品牌形象。品牌形象是影响客户忠诚度的关键因素，包括产品质量、服务人员的外在形象以及服务态度等等。 企业通过树立良好的品牌形象，提升客户满意度，增强质量感知，增加购买几率，从而提升客户忠诚度。最后一个因素是转移成本。如果客户的购买从一个企业的产品转移到另外一个企业的产品的时候，就会损失大量的时间、金钱、关系和情感等等，这就是转移成本。它是客户不忠诚的阻力。很多企业有意识的利用。 转移成本来挽留客户，也可以看作是争取竞争对手的客户。例如，实施累计优惠计划，重复购买的客户就可以享受优惠或者是奖励。如果客户中途放弃，原来累积的利益也会因此失效，这样就会激励客户对企业忠诚。重视忠诚度管理，能够增强品牌竞争力，提升客户的终身价值以及口。 杯宣传效果，因此酒店也非常重视忠诚度管理。忠诚客户是酒店的一笔巨大财富，酒店百分之八十的利润来自于数量仅占百分之二十的忠诚客户身上，他们以实质性贡献占据了酒店客户资产管理的核心地位。对酒店客户忠诚度的管理，不仅仅是对现有客户的管理。 从酒店可持续发展的角度看，这一个管理涉及到酒店忠诚顾客的产生、发展以及衰亡的生命周期全过程。具体包括消费决策期、交易初始期、交易稳定期、潜伏转向期、交易转向期以及交易转向后。通过在这些阶段中运用相对应的技巧，能够有效的维护客户忠诚度。 我们先来看看第一个阶段——消费决策期。我们要承诺忠诚服务。酒店客户忠诚度的管理，从客户产生消费欲望的时刻开始，伴随于顾客做出消费决策的全过程。这一阶段对酒店客户忠诚的管理，侧重于在客户产生消费欲望、搜索消费信息和选择消费对象时，酒店对其承诺的忠诚服务。 以期唤起顾客对于酒店的忠诚回报。例如，我们酒店可以在媒体广告中强调我们的高质量服务，突出酒店的诚实经营态度等等。第二个阶段是交易初始期，我们要努力实现客户满意。培养顾客忠诚的前提条件是保住客户，最好的办法是令其高度满意。 顾客满意产生的原因在于，顾客感知的从酒店获得的价值超过原来的期望值。首次交易期的酒店客户忠诚度管理要从客户价值出发，为客户提供实实在在,在的优质服务，为客户的回头打下坚实的基础。第三个阶段是交易稳定期，我们要培养顾客忠诚。 顾客的二次光顾是酒店培养顾客稳定消费习惯的关键时期，也是培养顾客忠诚的绝佳时期。主要在于形成顾客与酒店之间愉快稳定的交易关系。第四个阶段是潜伏转向期，我们要挽救顾客的忠诚。潜伏转向期的顾客往往会表现出消费不稳定的特征。 比如消费次数减少、消费中有意找茬、消费后拒绝提供正面的意见等等，对于不同原因的转向顾客，我们酒店应该采取相应的挽留措施。第五个阶段是交易转向期，我们要努力完善忠诚预警系统。交易转向期的顾客以最后一次光顾酒店为标志，这是完善酒店忠诚预警系统的最好时期。 酒店的忠诚预警系统是酒店快速反映忠诚顾客交易行为的信息港。酒店需要有相关管理人员快速的知晓该信息，并为之做好最后的服务工作，比如安排欢送仪式、致欢送词、表达感激之意等等。第六个阶段是交易的转向后，我们也要努力建立一个忠诚。 追踪系统，忠诚追踪系统的建立是酒店忠诚度管理系统中不可或缺的部分。它相当于是酒店忠诚度管理的反馈系统，包括转向后的酒店消费行为、酒店消费目的地等等信息。通过这六个阶段的发展，酒店能够维护客户的忠诚度。那么，如何进一步提高客户的忠诚度呢？ 在整个生命周期过程中，我们可以从价值、互动、情感和体验这四个维度去打造真正的忠诚客户。第一个是价值，价值是指消费者从品牌处获取的感知价值，物有所值一直是顾客看重并追求的目标。酒店可以从。 会员权益、积分兑换等方面提升消费者的感知价值和满意度。第二个是互动，互动是指消费者与品牌建立联系、产生互动的过程。在社交媒体时代，品牌若是忽略了与顾客的交流和互动，就会在眼花缭乱的信息洪流中失去他们的注意力。品牌需要鼓励顾客进行互动，让他们意识到自己和品牌之间的联系。 不止于交易，酒店可以在顾客过生日的时候送上暖心的祝福和礼物，通过赠送小礼品、代金券等等方式与顾客保持互动，让顾客感受到温暖。第三个是情感，情感是指品牌为消费者打造千人千面的个性化体验。产品的大量面试使得消费者的选择也越来越多，他们会毫不犹豫的选择。 更懂自己的品牌，酒店可以通过构建三百六十度的顾客视图，量身定制，为顾客切身体会到这个品牌在乎我，为我考虑，值得信任。第四个是体验，体验是指顾客对品牌实地体会的过程。顾客体验和品牌忠诚度是密不可分的共同体，将顾客为中心的理念根植于心，能够提升。 客户粘度，这样的品牌体验是最有效的忠诚度管理方法。倘若能够让酒店客户感受到，服务人员都是具备良好的酒店服务意识和熟练业务技能的酒店人，秉持着以人为本、求真务实、诚信高效、追求卓越的服务理念，那么忠诚客户自然会逐渐增多。今天的内容就到这里，谢谢大家。